可能是伤了彤彤的自尊心。他们是谁啊？他们接种黑布少女战士的队伍，决定请你当女主角。啊，我是邪恶的章鱼啊！专业一点好不好？没事喊什么滴答滴嘛。哎，我这不是滴答滴滴答滴在穿越时空吗？滑稽剧，彤彤，你的表演实在是太好笑了，加油！彤彤，我表演的题目是等人。小姑娘可以开始了。表演可以结束了，下一位同学。哎，彤彤，等等我！哎，跟我来笑话我吗？哪里有啊！随便笑话别人的人最没有素质了，也不能怪大家。我真的没有表演天赋，也许你太紧张了。我一开始是有一点紧张，一开始是有点紧张，可后面表演一定会很好啊！是他们太着急停了，不是你的错。唉，算了，反正也结束了。谁说结束了？小姑娘，请你把刚才的表演演完好吗？可乐，不用了。时间飞一般的流逝了，带走了一切。你带走了我的耐心。对不起，继续继续。就连太阳也在笑话我，还有那风中的小树。啊闭起眼睛唱起歌，不如今天真快乐。可乐，可乐又在擦地了，小精灵不用打扫房间了，哦耶！不对，可乐擦地是不高兴的表现。可乐，怎么了？彤彤不理我了。彤彤为什么不理可乐？彤彤表演，我笑了，他生气了。想一想，明白了。可乐是伤了彤彤的自尊心。
也别伤心了，小精灵会帮助的。嗯，婴儿哟你。让想一想，想一想啊。哎呀，想一想没有办法。嗯，想一想。哎呦喂，有了。嗯，我有一个办法。啊，什么办法？你过来。谁的本儿？哎，美丽心情日记本。诗，青藤下布满了太阳的笑脸，闪耀的让人直眨眼。哎，什么人能写这么好的诗啊？说不定这个人是……哎，洋洋，我就猜一定是你。你在愣什么神呢？给你的日记本，我就看了一点点。没想到你写的诗这么好。日记本？嗯，这个不是我的日记本啊。不可能，这一定就是你的日记本。嗯，你没事吧？这个真的不是我的日记本，赶紧把它还给日记本的主人吧。啊，不是你的。对了，偷看别人日记本是不好的行为哦。啊，我没，不是洋洋的，那会是谁的呢？想想这个行吗？我们来这儿的主要目的就是帮童木恢复信心，又不是真的拍电影。走走走走走。你们是谁啊？腾腾，他们是我妈妈的朋友，他们决定拍一部少女战士的电影，决定请你当女主角。找我？你都不用试镜吗？他们现在就是来试镜的。这是我们的新锐导演翔导。翔导演好，我的表演太夸张了，你真的觉得可以吗？不要听他们的，这要让翔导这样专业的导演来决定。外形不错，给导演演一个伤心。伤心。啊，伤心。肢体语言不错啊，感觉也对。这个女主角就让这个小女孩来演了。啊，这个行啊？为什么不行啊？哦耶！咱们先拍第一场的第一条。开始。哎，这就开始了？哎呀，我看电视上都是这么演的。还有，你需要一些气势。少女变成战士的那一场。好，少女变战士开始。少女变战士，哎呦，我会变身的，爸爸哥哥。哎呦，我是给彤彤变身的造型师。彤彤先是不起眼的少女。哦，好了，我准备好了。彤彤本来就是个不起眼的少女呀。酷给妈妈撸了，呼噜呼噜呼噜呼！你怎么这么快啊？就要这事儿！你别老哄啊！可乐不是说要点气势吗？
哎呦喂，丁摄影，哎，咱们开始吧。开始。那边。啊，停。哎，怎么这么黑？这边灯关了。看到了吗？哎，滴答滴，看到 UV 了。那边。开始。啊，艰苦的生活让我不堪忍受。为什么？太阳，摄影师干什么呢？滴答滴喜欢黑板上的蓝莓蛋糕。他们正在拍环境呢，你只要配上台词就好了。好了，等，刚才那样就算行了。行了，这只是一个开头，很简单，对不对啊？对。超级英雄拯救地球，某战士，太空漫步，他喜欢的动漫都跟我一样。哎，这招我也会。谁把黑板放这儿了？失物招领，就在此处。哎，我得打扮打扮。可凡真的发烧了，他居然跟黑板跳舞。是来到了满目苍蝇的地球，他四处张望。我的心就像是被刺穿了一样难受。哎，姚文，不准笑，可笑也不准笑。哎呀，拍摄现场不许笑。我现在就要吃你啊！我吃你啊！走开，我的厨子！停！副座，这厨师太碍事了，摘了！不是，你把这章鱼的厨师都摘了吧？那我不就成这章鱼小丸子了？我啊，没事。哎呀，又是谁？对不起，我实在是没憋住。亲爱的，你什么时候回来的？我都站着看了好一会儿了，你们在干什么？滑稽剧吗？阿姨，您刚才说滑稽剧。彤彤，你的表演实在是太好笑了，阿姨真的没憋住。妈妈，我早知道自己不行，
不过我还是谢谢阿姨介绍小导演给我。小导演，我介绍的。今天到此结束，收工。哎嘿嘿，我那须子，我那，哎呀，我说亲爱的，他们是谁呀？可乐，他也是骗我的。哎，彤彤，哎，彤彤，哎。哎呀哎呀，完了，全完了！反正彤彤也不会再演戏了。帮助朋友呢是对的啊，可是你得选择一个正确的方法。啊、你有什么好办法、啊？我没什么方法，不过我倒是认识一个有方法的人。谁？美丽的姑娘，这太轻浮了。敬爱的同学，这是你的日记，太正式了。这是你的日记本，太傻了，人家不会觉得我是神经病吧？哎呀，破日记没事学人家写什么事。这是什么呀？这不是你的呀。我从来不写日记啊。哦，太好了，那你过来干嘛呀？我是来做值日的。吓死我了，那做你的值日，做你的值日，老耽误我大事。亲爱的同学，我有事情，可不可以将我的日记本在一小时以后送到活动室呢？我会泡一杯茶等候你，谢谢。可凡，你是不是真的发烧了呀？我妈妈的一个朋友想见你。可乐，第二次就不好玩了。不是的，彤彤，我没骗你，他一会儿就来了。可乐，我说过这样不好玩。彤彤，可乐，别劝我了，不要演戏了。剧演员，我演戏。嘘，哇！你没事吧？表演的真好，我没有。
呜呼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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阳光很耀眼，很好看啊。可凡呐，嗯，都放学了还在这干什么？我等一个朋友，他丢了一点东西。他约你在这儿等着？啊，对呀、啊、说不定我马上就可以见到这个可爱的人了。你已经见到这个人了啊？哈哈，柯老师，您真会开玩笑，这不就您跟我吗？青藤下布满了太阳的笑脸，山腰的让人直眨眼。你怎么会这里面的诗啊？可凡，谢谢你把日记本还给我。哦，对了，我喜欢动漫的事别告诉别人了。怎么会这样？哎呦！